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电影节 Top 上面的讯息又公布了，那这次公布的是风寒月的情报，四象门天才咒法少女来了。那这是作为公布测试以来的第一次情报爆料，那肯定是要挑选大家期待已久的角色啊。那这次应该是下一次10月22号才会登场的风寒月。那风寒月在上一次公测的时候并没有出现齁。然后我们从这张 CG 图看到齁，左边的这三个是紫风、韩千秀跟风寒月。那右上角这个看不出来是谁，然后右边第二个也不知道是谁。看起来是是韩千秀门人吗？好，看不出来。好，重点是风寒月。这个风寒月一点都不像风寒月。好，风寒月是风铃声和黄浦生的女儿，父母两人都曾在幽城幻剑路中登场，后被风铃声大师兄秦维刚所养。不久后，秦维刚自封铃声老人，并创立四象门，风寒月也随他而去，成为门派弟子，天生紫瞳，同时在咒术方面拥有着极高的天赋。人们称赞风寒月天赋的同时，却对他有所疏远。风寒月并不知小旁人异样的眼光究竟为何。紫瞳是地界血脉的代表，他身体流着地界持有之名的血，是来自他的父亲黄浦生，对世人来说当属异类。不过风寒月并不知晓他的身世，自小被铃声老人收养后，师父对他的身世只言未提，或许正是因为什么都不曾被告知，这藏于血脉中的祸事才有了后来的悲剧。风寒月与命中之人殷建平的相遇，颇具江湖侠义之气。哦，这是天音松学武的招式。好，这个是哦，殷建平。哦，这个飞星神将是旧版的。OK， 那时刚被逐出师门的殷建平在客栈中暂歇，虽然没抱多大的希望，正在追杀风寒月的请求他相助。不料憨厚且富有正义感的殷建平以出色的身手将追兵全部击败，从此两人结缘。平时颇为冷漠不爱与人亲近的风寒月，在旅途之中也逐渐被这位仗义的剑士感化。然而他并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，虽然两情相悦，但这迟钝的两人扭扭捏捏，让伙伴看得着实为他们两人着急。天地无情，并不会一段爱情而停下宿命的脚步。被剑邪盯上的风寒月体内不仅是有持有的血脉，还封印着持有的天魂。其实这个天魂不算是封印啊，那是刚好而已，不是本来就在风寒月身体内啊。有玩过天际劫的人应该都知道那个的原因是什么，这边就不讲了。好，这是哦新的 CG 图。被持有附体的风寒月，若是顾忌风寒月的性命，则只能任由持有复活涂炭人间；若是为保护这天地人间，则必须用九夷天尊之剑贯穿风寒月的胸膛，九死一生。风雪千层，天刃伴我魂，无心共随，待相逢来生。饱含深情的哀伤与不舍，但这是风寒月的宿命。若是在神魔至尊中凑齐必要的道具，则风寒月是可以存活下来，走向完美结局。若是准备不足，则只能看到贯胸而过的长剑带走风寒月的生命。殷大哥，我的心好冷，月儿，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风寒月可是教科书级的傲娇角色，外冷内热，心思纤细敏感，又有一份执着。看着他与殷建平的故事，在大团圆的结局中终成眷属，有时会想，这就是向往江湖最该有的模样。我这个CG图赞哦，还是不像风寒月啊。OK， 四象门出了名的做法天才风寒月，就要在天地劫幽神再临手游中登场啦。狮子宙斯擅长使用各类兵器做法，同时还有很高的机动性。哦，这个腿我可以。风寒月手中把玩的小短剑并没有什么特强的攻击性，
只是作为施展法术的辅助法器。然而短剑轻轻挥舞间，独特的寒冰之气便会汇聚扑向眼前的敌人。上面这个应该是普空，哦，普空这样就，哎，哦，普空就有附带冰属性了。下面就是反击后的招式攻击 ，OK， 蛮帅的。凤凰月独特的天赋“明月一寒”，让他在主动造成伤害后可再次移动，绝学“踏雪前行”，拥有着指定方向移动，并对沿途敌人产生伤害的效果。这让凤凰月作为具有大范围攻击能力的同时，依旧保持良好的机动性。哦，这个改蛮多了。以往在凤凰月的天地劫手游当中，天地劫单机游戏中呢，他的行动力很弱，法师的行动力都很弱了。哇，踏雪前行是可以顺便攻击哦。哦，帅！这个是冰华之阵 ，OK， 这是我们常用的法术之一。当然还有强而有力的单体绝学，比如天霜雪舞、魂动冰魄等等。偏南起舞间，腾起的冰柱袭杀敌人，华丽与实力并存。这一招是新的，新的吗？哦 ，OK。法术我觉得法术的表现都还蛮不错的。这一刀是天霜雪舞吗？嘣 ，OK。以上就是风寒月的介绍啦。喜欢本期栏目的少侠，还请评论下方多多留言啦。好啦，那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希望大师可以抽到这个下一次天地劫手游的公测啦，请大家给我力量，祝我好运吧。我也希望我抽到，拜托你了，让我抽到吧。好啦，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IG、FB 还有Twitch。那谢谢大家这期的收看了，那么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